我有钱了，我也买一辆汽车。这个还得踩呀、啊！踩呀、啊！等我有钱了，我也买一辆汽车。喂！哇塞，完全扛不住了，好像。哎呀，扛不住啊！哎呀，还有多远呢？好一点了，好一点了。前面还有坡吗？还多不多？你这个踩起来轻松吗？很累死啊，还轻松呀。好了，这里好一点了。哎，不能停啊！是下坡了吗？是下坡了吗？啊？是不是下坡？前面是下坡还是上坡啊？上坡啊！哇塞！我勒个乖！我几乎和对面的山差不多相平齐了，现在还在爬，还在往上面走。休息片刻，朋友们，螺丝转上来了，他们现在是往下滑，非常快。我是往上走。我要往上走，这里是峡谷，前面的山已经和天上的云接壤了，让我在此休息十分钟，给电机也冷却十分钟。这一路骑行啊，身上的湿气啊基本上都给它排出来，真的出汗，那汗水啊身上的就不低，从手上就是从手上，呜、哦，我在扶着这个把子，那个水啊从这个下面滴啊滴啊，拼命的往下滴，两边都是，往底下滴，这样子对身体还是有健康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休息了差不多十分钟左右，就继续。哎，别后溜，别后溜，我蹬一脚上，好。哎呀。看起来不陡，它居然这么陡啊！有没有气啊？啊？好像我这个车胎没气了，又破了吗？难怪骑不动，这个车胎又着了，怎么可能是车胎又着了呢？在前面，没气了，车胎破了。我说怎么骑不动，这么累？原来车胎破了，车胎破了也过来。刚才休息的时候没有看一下，车胎破了。没有破呀，车胎有气啊，有啊，那是哪个车胎没？车胎有气啊，都有气啊，那是什么原因啊？啊？电机好烫啊，这个有气啊，我还以为瘪了，感觉像瘪了一样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关了。这个难，可能是这个坡实在太陡了，朋友们，太陡了，我去，那
那这个还要翻，那休息十分钟不够，还要多休息一会儿。刚才休息十分钟这个不够，如果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一个人待一晚上，你敢不敢？我敢，就是没有宽敞的地方露营，睡在房车里面，把狗放出来，对吧？在这里没关系，主要是太窄了一点。我还以为车胎破了，把我吓坏了。好了，休息了片刻，走，走起，好，休息一下好一点了。他竟也缓过神了，我也缓过神了，这样子都没有那么累了。终于到这个山顶了，这里进入龟溪镇欢迎林，接下来就是下坡了。哎呀，这边到晚上它就凉快了。你好，走了，这边晚上就凉快起来了。现在下刚好是4点钟，前面我好像看到一个骑行的，他也是骑行的坐在地上。哇，现在在这个下坡这里休息啊？还有好几个坡的，实在是爬不动了。实在爬不动了。你是去哪里？去云南。我不抽烟，我不抽烟。哇，你就坐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对。好。太热了，不像。很辛苦啊。这个全靠灯，没办法。全靠灯。对。哇，我遇到两位骑行的帅哥了。我也，你是不是还有个在后面？没有，就我一个人。没有，我说还有一个在后面的。还有一个啊。一个背着一个桶，对对对，我就是遇到那个我是在我到密啊，那个叫什么罗来着？密罗。哦，密罗，密罗那个，那你水都没了？水没那有吗？这一瓶啊，晚上搞面条吃。啊？不过我们到等到完到这里了，差不多。啊。我们走嘛，看前面哪里方便就在哪里露营嘛，有水的地方。休息一下、啊、我刚刚爬那个坡给我爬吐了，我操，爬吐了。走，我们继续啊。他是自行车，他东西拿的不多，他就自行车硬骑的这个山坡。哇塞，我都骑不过他呀。那只黑狗腿都断了，它还弯弯弯。哎呀，哎，这个真的，哎呀，终于到了这个龟溪镇啊！真的，早上就吃了，哦，中途吃了两个馒头。现在电也没有了，电也没有了，电全部用完了。我把车停在那里了，带着铁锹到这个河这里来。哎呀，这下面有两个小孩。哇，这个水，哇，舒服。过来，铁锹害怕，好了。这个水可以洗澡吗？铁锹，狗跑到哪里去了？刚才在这个小溪流里面走了一下，这个水啊，这位大哥说可以洗澡，可以洗澡，哎，都是从山上上面流下来的。对对对。这，到这个百家乐实惠生活超市这里来。这位大哥老板他说没有肉的，没有肉了，没有，啥也没有了，没有，鸡蛋也没有，鸡蛋没有肉，鸡蛋也没有，鸡蛋有。
刚才在这个店老板这里买了几个鸡蛋，也跟这个店老板说了，晚上我那几个四个电瓶在这里充一下电，给电费。这个老板别提别提，我要给的，我要给。我先去把饭搞了吃了。好好。好了，先去找个地方去做饭吃去。我把车骑到这个，这里有一个农贸市场。这个农贸市场是一个还没有正式营业，荒废在这里了。先把铁锹溜一下，今晚就在龟溪镇这里露营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农贸市场，农贸市场这个是没有开没有营业的，荒废的。旁边有一条小溪，小溪流啊，这里晚上露营非常凉爽，也可以在这里面洗澡。看到那边有人在那个溪里面洗澡了吗？把镜头拉过来。狗粮给铁锹吃，这袋子破了。打了一个鸡蛋给他，那边正在全部在搞卫生呢。我天哪，全是灰啊。哇，我说准备来搞饭吃的，也搞不成了，那边在搞灰尘搞卫生。哇，一转眼就把这个吃的精光了。这边好多好多参观的一些大哥大姐，哇，这位美女在镜头里面好漂亮，电线吹起脚的，啊，脚踩的，对，他吃的溜溜饱啊，都吃的精光啊，还要吃不？不能吃多了，吃多了等下胀到了。我现在知道喂铁锹一个诀窍了，狗粮里面打一个鸡蛋，哇，他把这吃的精光都没有了。铁锹，你守在家里啊，因为我想去吃一个快餐了，饿了，今天一天就吃了两个馒头呀。哎呀，那里泼了湿的，等一下就凉快了。估计今晚有暴雨哦。今天晚上天都黑了。炒了一个蛋炒饭，这凳子有点高啊。搁矮凳子吃饭。蛋炒饭吃完了，10块钱，回来了。这边的路灯都亮了，哇，感觉晚上特别凉快了。现在过来提水洗澡了。
仅仅每一步，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。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。